最后一次，现在往城中里面的，大概会绕一圈回来。前面这个圆环是我要出去的一个标志，现在要去那边往左边走。Pop Supernova， 刚才有拍过，但是没有很把最带的地。前面是一个停车场，建筑还蛮好看。这个是一个 Military Center 的 Quartier， 应该是陆军部分的部分的样子。那边是大华业百货公司，从大华业这边过去，那边就有一看有一个 arch， 这个也建筑蛮的，蛮漂亮的。这个临时的娱乐场。树修的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好像一个一个的。喷水池就是喷水池，但是它可以把它美化的这么漂亮。里面这匹马，这个建筑也是文艺复兴式的窗子。这个它这一手是1812年建的，也都没有人，很奇怪，这街道很特别。我刚说出来是1802年，不是1812年。就往下去就是那个。这个景色蛮不错的，再往下去大概可以 Temple New，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它的有两个教堂，这个新的大概比较近的是不是 Temple New， 在河的旁边。这个景色蛮不错，蛮开阔的。很多建筑都是这种类型，都是新古典主义的类型。把市容，这个非常漂亮。Temple New 可能要再后退一点才能整个拍到，现在先拍一下，我先拍它前面的细节。两边是各对称的塔，这是旧教堂的门的上面，蛮漂亮的。新教不像一般那个天主教堂，上面有在弹管风琴。
教堂出来看看刚才走过的桥，很漂亮，很悠闲的。左边就是它的，这个是戏剧院。原来刚拍的那么漂亮，这是戏剧院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restaurant， 这教堂也很大胆，他们的铁墙壁的围栅，那都漆这种颜色，这是，在南部，在我们东方看看不到这样。远处就是 Cathedral， 早上去过的，这个桥，景色也蛮好的。哦，他这里写。好像有船可以有在做这个交通上用，这画的重点在桥上，现在有一只天鹅过来，就还一只小船划过来，河的上面到处都有天鹅，哦，好多好多。桥，再回望 Cathedral 在左边 ，Temple North 在右边，这里景色真美。这是刚才拍的后面里面。这个船，这是一个 hotel， 这个的戏剧，竟然有这个，好像是游泳池的装置。这个教堂很高层都是黄色的，可是好像香火不鼎盛，没什么人。尖塔很高，这是废弃的教堂，因为前面的门它用水泥封住，所有的窗子都没有玻璃。最好又没有用心，老旧的建筑，好像是教堂的后面的样子。这写的1851年。这个是一个小学的样子，就在这个教堂的旁边附近而已。前面这个建筑也很像是教堂，但是走进去看看，怪怪的。放在最上面有十字形，可是前面那里这个大概不开的样子。门的上面有个还蛮不错的雕塑，我猜它好像是修道院，因为跟右边那边是连在一起，很可能是修道院。到它的后面那边去看看，后面的部分，旁边那个门好像也都永远不开的样子，说不定又是废弃教堂。这景色也蛮漂亮，这也是没有花而已。左边这间不知道是什么，有插的国旗，在上面就是 Cathedral。这里就是刚刚谢尔的一部分，是另外一个 Farber 的厅。小厅，错了，那是一个小厅没错，可是这里很像，它是一个空间啊，是不是它？这个景色还蛮美的，都是在教堂的下面这边。拆了
世了，完全是迂回，但是还有一个这个公众要进去的入口，不是火腿啊，那个是建筑物。老师这里可以拍到 The Temple New 的全景。远远可以看拍到另外一种桥，左边这边是戏院，没错，就是刚才拍的，那 Temple Nouveau 的前面。那这边呢，建筑物都很像，都一样。现在好像是一个议会的样子。Temple Nouveau 过来，这个桥上，这边的景色蛮漂亮。下面的景色，那个油桶，那个绿色的桶，这里是 toilet， 但是外面可以用很漂亮的海报广告。这个左上黄色就是我早上买沙拉做午餐的地方，这个是现在我拍它左侧。走出了超级市场以后，看到这个雕像很特别，很写实的。这个竟然是一个小学的。圣母院小学。因为它对面就是教堂，不晓得这个教堂叫圣母院，教堂就在这里。我等一下可以进去看一下。现在很安静，都没什么人，就一个人坐在那里。现在教堂里面只有我一个人，这是对十字形的西边那边的玻璃，这是圣母院，这应该就是圣母。它的上面也很美的彩绘玻璃。右边这边，现在十字形的右边这边，这教堂其实很精致，蛮好，很漂亮的。这是管风琴，那的下面还有一个小的部分，管风琴的后面的彩绘玻璃也蛮美的。这有很美的雕像，圣母圣子像。这是早上拍过的这个教堂外面，顶上蛮漂亮的。
教堂的门的上面雕金色的雕饰。